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全新一期每期评测。本次的主持呢将继续由我兔简来担任，少点套路，多点真诚。本次呢就不卖任何关子了，本期的每期评测主角呢正是国产品牌锐豹旗下的主力大主车型 Superfine。说实话，要不是干的这活，也许我根本不会知道锐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品牌。长期在幕后为各大品牌代工车架的锐豹，背后的泰山体育后台大得很。不仅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竞技器材供应商，前后为世界奥运、两届青奥、六届亚运、七次全运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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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。这几年泰山体育终于不甘寂寞，推出自主品牌锐豹。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张大法师表示， Superfine 正是锐豹重金礼聘国外设计团队推出的自主车款。另外他们都有着低模低配的版本 Superfree， 实际低模也低不到哪里去，两者的配置与涂装都有着一定的差距，都有着单车架销售。 Super 系列是锐豹的初代车型，但车架上的管型设计理念在当时却是超前的，直到上一年环法前后才发布的 Tarmac SL6、 Cervelo R5 上都有着不少与 Super 相似的设计，这批设计团队是值得加鸡排的。前叉管型截面并没有采用车友们熟知刺刀般锐利扁平的管型，而是外扩式的宽叉造型。这种截面直接在 CFD 以及在风洞里面，能够增加前轮与前叉之间的空隙，提升气流通过性，有效地降低风阻与扰流。下管、立管、座杆、头管，基本上车架上面所有每一根迎风的管型呢，都采用了 Camtel 截面，就是那个捷安特、崔克、拼拿、闪电一大堆品牌都在用着前面椭圆、后面平背的管型。除了受侧风影响比扁平管要低以外，还具备着良好的车向刚性表现，这就是 Camtel 流行起来的原因。整支车架都采用了国内甚至世界上比较先进而成熟的 EPS 双模一体成型技术，以及我国现实航空航天领域军工纳米级别的高分子环氧树脂制成，让碳部与树脂能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。精准我也没耐心说了，基本上国内代工与制造最厉害的都在这了。粗壮的五通区域采用了 PF30 中轴规格，全碳结构可以减轻五通整体重量的同时呢，还能降低压入式中轴异响出现的几率。上管尾部隐藏式座管夹能让低型座管暴露在外的长度更多，利用碳纤维座管的造型与弹性特质，形变吸收路面的颠簸冲击，倾斜开口的锁紧螺丝也方便了锁紧操作，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防尘套的缺席。后三角的设计也是套路满满的，适当低开且打扁的纤细后上叉提升了尾部的舒适性。三通柱呢也往下延伸了一丁点，外观多了一个小三角，除了能为隐藏式座管夹让位以外，还能轻微的降低三通柱所造成的一个风阻乱流，是近年 TT 车还有铁三车这些气动车型的标准套路。这套 Shimano Altigua 6800变速套件也是有想法的，搭配了52/36T 的盘片，12/28T 的飞轮，是目前能上能下适应面最广的齿比搭配。对了，在未来 Superfine 还会搭配上新款的 R8000， 满满的好感。轮组则是搭配了航翼 45C 开口碳纤维轮组，高度 45， 外宽 23.4， 不含开店快拆，时称1600克，数据上并没有什么亮点，甚至还有点窄有点重，倒是使用了 Enduro 组成以及 Supreme 的辐条，诚意满满的。很伤心的说，在未来呢，轮组还会被换成最新款的航翼 40C 轮组，重量只有1450克。这条伊诺瓦 PO 开口胎得重点说一下，25C 的它滚阻不算太大，舒适性还算是及格，但这光头的抓地力啊，可是真的有点可怕，湿滑路面以及过弯都要重点留神的小心降速，以免一路滑。设计、工艺、配置都是能满满给上好评的，可这涂装的槽点呢，我起码能说上2000字去吐槽。也许设计师在设计的时候呢，根本没有考虑过这车架得装上牙盘才能骑的，
你看一下瑞报的整个英文字母呢，天杀的阿楼呢刚刚好被这个牙盘遮住了，正常人的视线呢就只剩下 DUS 这三个字母。好了好了，又到节目后半部分的评分环节，我们照样为瑞报 Superfly 给出满分为五分的五项评分。搭配6800航翼45吸碳轮，整车不含脚踏，实称 7.3 公斤，算得上是中规中矩。但在未来 Superfly 配上 R8000 以及新款的航翼40吸碳轮后，重量估计下降到7公斤头，重量评分 3.6 分。虽说 Superfly 是瑞豹赞助洲际队的竞赛车款，但并没有使用激进的杀人几何，而是友好的设定，全尺码 STR 反馈均在 1.4 以上，大码数已经是耐力车的水平，即便是柔韧性一般的入门车友也能轻松驾驭，需要贴地飞行的车友还能使用上大角度长把力，几何适应面广，高分 4.3 分。不得不说，瑞豹上搭配了自家的人体工学碳弯把，把位清晰，几个把位的握持感十分优秀，是我近年里面用过最顺手的弯把。同时 Superfly 各个尺寸的头管呢都使用了较大的角度，转向清晰，操控灵敏，弯中的表现得到了好评。至于为啥操控评分只能给到 3.75 分，当然是因为原装搭配的那条一路滑啦，扣了快一分啦，可怕。瑞豹 Superfly 与奇塞狗 R1 的确都是颠覆了我对国产公路车想法的车型，爬坡起步这样的低速环境下带来的感觉是轻巧的，整车在平路爬坡冲刺也没有感觉到疲软，只是原装配置的航翼 45C 在高转大扭力环境下有点重托，刚性评分 4.2 分。舒适性方面，如果 Superfly 可以舍弃一点颜值，缩短立管的长度，外露更多的坐管长度，也许还能获取到更高的舒适性，对于大组综合车型来说依然是不错的，舒适性评分 3.8 分。总的来说，瑞豹 Superfly 由于优秀且超前的车架设计以及均衡的配置得到了我们众人的好评，综合得分也去到了 3.93 分。至于扣分的地方，大家也知道是在轮组以及轮胎了，这也是 Superfly 在未来值得升级的地方。最后我们来说说品牌，国产自主这四个字呢一直在车友圈里面呢莫名留下了售价低廉、性能一般这样的形象。平心而论，即便是像这辆拥有优秀表现的 Superfly， 若没得到真正的路面体验时，我相信谁也不会掏出19800去充值所谓的民族信仰。国产自主品牌真正缺乏的不是优秀的产品，而是让车友体验的渠道，打造品牌形象得从线下着手。本期节目到此也告一段落，更多精彩请持续关注 Bike2 美骑网、美骑 APP、 美骑公众号、美骑易购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